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视频我教大家注册免费域名。在注册免费域名之前，我们需要把 YouTube 的客户端设为传奇模式。这个免费域名的网址，等下我会贴在视频简介下方。我粘贴，随便输入一个你想要的域名，输完点检查可用性。一次性获取五个免费域名，现在获取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点完成。当他跳到这个页面时，我们把他默认的免费三个月改为十二个月。点继续。这里输入邮箱验证，我们不能直接在这个地方登录的，这样是不行的，要在这里验证电子邮件。你可以用 QQ 邮箱，你可以用 QQ 邮箱或者是谷歌邮箱都可以，或者163邮箱，我这里用谷歌邮箱。而且你这个邮箱必须是一个全新的邮箱，没有在这个创建过账号。如果是在这个创建过账号，那是不行的，要一个全新的邮箱才可以的。链接已发送到电子邮件，我们刷新邮箱，激活它。点开它，激活它，点开邮箱的这个链接，这个可以关掉了。这个信息这里非常重要啊，如果你填写错了，那是创建不出来了。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地址是哪里，你在谷歌搜一下 IP， 查看自己的 IP 地址，点一下。好，太好了，我这个现在是美国的一个 IP， 美国亚特兰大啊，美国亚特兰大，名字随便搞几个就行了。哦，名字随便搞几个英文就行了。
直接粘贴，直接粘贴。公司名你可以是麦当劳。我们把它翻译为英文，麦当劳，粘贴。美国亚特兰大公司地址，美国亚特兰大。我们直接把这个翻译为英文就行了。美国亚特兰大，把这个复制过来，粘贴到这个地方。美国亚特兰大邮编。出来了，有这么多邮编，我们随便输入一个，输入这个。哦，美国亚特兰大，这是美国这个，美国的亚特兰大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可以返回一下。返回一下，把这个复制一下，粘贴到这个地方。美国，这里选亚特兰大，没有啊？到底是亚特兰大的什么？这里不用选了，可以在这里搜一下美国亚特兰大有几个州。佐治亚州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佐治亚州。哦，有佐治亚州。这里你可以输入密码，我们输入一个密码，然后点一下这个勾，电话号码，美国的电话号码它是11位数的，美国的电话号码是11位数，我们随便干一个下去哦。1234 1234567890，
我们随便干十位数的电话号码下去，粘贴，点一下完成订单。奇怪了，卡住了。我们刷新一下，卡住了。地址，我们直接复制这个 IP 地址。名称随便干几个英文。公司可以是麦当劳。翻译为英文，麦当劳直接粘贴。绕到了大邮编，我们随便找一个，粘贴。这个密码可以设一个密码，输完点一下，然后点完成订单。
密码不匹配。完成订单。好，这样就已经创建成功了。已经可以了，我们点下这个发到客户区，看一下我们的域名注册成功了没有。我的网易。登录。不是这个哦，我们用谷歌邮箱登录哦。用这个谷歌邮箱登录。因为我们刚才发邮件就发到这个邮箱了，我再试一下。登录信息不一致，那就是我们粘贴一下那个邮箱。已经登录进来了哇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那个域名，这五个，我用谷歌邮箱直接登录的，因为我们刚才是用的那个谷歌邮箱来创建账号的，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五个。好，谢谢大家。